就是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在晚上出席了新北市扶轮之友小英后援会的成立大会。哇，党内的天王包括了旅游苏谢全部都到场了，现场席开600桌，场面相当浩大，也让小英是火力全开哦。炮轰对手马英九没有说清楚到底要拼连任是什么理由，反而都在做负面选举，伤害台湾的民主。蔡英文一入场，扶轮社成员好热情，把走到挤得水泄不通。新北市扶轮之友后援会600桌的大场面，小英看了就高兴哎，火力整个有上来。到现在还讲不出可以说服南岭人民可以再继续连任4年的理由，所以基本上剩下来的选战只有负面选举，对台湾的选举来讲是一个伤害。也是对咱的台湾的民主社会，对咱的政府的机制，是这么大的伤害。小英炮轰对手负面操作，与会的谢长廷更点名宇昌案是国民党抹黑的奥博。宇昌的世界，我能看到下面，我能讲蔡英文是为了生计，哦，台湾科技的弱势扎根，你看伊话变啊，我看到了。马英九呢，是将国家机器、将公务员、党费、选举的全部啦，党费政治到处的干部啦，这个是台湾的承诺，咱台湾的最后，对不对？国内选举议题炒得热，就连北韩领导人金正日过世，前副总统吕秀莲坦言将会牵动台湾大选。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新的政策变化，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咱伫选举的心情，嘛爱小可调整一寡。当正月14，咱甲政权摕倒转来，蔡英文主席当选总统的时阵，北京。唔知会起什么款来配面。蔡英文扶轮社后援会党内天王吕秀莲、谢长廷、苏贞昌、游锡堃全到场站台，选战逼近，绿营高层精锐进出做最后冲刺。三立新闻王汉杰、蔡继云 SNG 小组新北。